迎嚟到今集的香港人家书，老总你好啊！你好啊，老鸭，各位网友。咁啊，今个礼拜咧，真系有一剂嘢咧，就系真系要同大家倾倾啦。香港咧，即系赖以咧，即系为傲嘅，就即系可以讲话世界各地里边咧，都唔系话咁多人咧，好似我哋香港嘅公务员咧，就咁鬼廉洁嘅。正宗啊，担屎就唔偷食。我估阿林郑月娥一定担屎，佢唔会偷食啩。咁啊，但系咧，即系似乎而家咧，我都可能要将呢一个嘅 concept 咧，系要摆埋一边啦。好似我哋嗰啲吓纪律部队成员啊，个个都好贪埋啲吓，即系啲人哋送嘅礼物俾佢啊吓。之前又有嗰啲咩鲍鱼宴啊，个个都贪威食食喎。而家又俾人踢爆吓，又有人送礼，成3000人一个嘅 hamper 俾佢，老总。系啊，入境处今次又系上一次嗰个涉嫌有性侵指控嘅高级会所的饭局，咁啊有入境处处长喺度系咪？系，不过走咗啦嗰个，炒咗啦。今次系到入境处的副处长，真系有证就有副，然后以及一个首席入境事务主任，一个就姓郭，一个就姓汪，系一个就住喺呢一个黑架山大坑。是一个就住在火炭的即是华翠园。咁佢收嗰啲即係好似话讲緊中秋送嗰啲名贵果篮係咪？冇错，咁嗰啲果篮呢通常喺呢个时候送呢，即係中秋啊圣诞节呢，即係呢啲都果篮嘅 peak season 嚟嘅。咁当然啦，即係如果你送个果篮係喺嗰啲大酒店里面 issue 出嚟嗰啲呢，哇，通常就名貴係嘛，即係好多嘢咧，就你平時唔捨得買嘅，有時候有魚子醬啊，一間又有香檳啊，又有依啲嘅海味深蓉啊，啊 Kitka 鮑魚，鮑魚一定有啊，中國人唔知乜咁中意食鮑魚嘅，真係依下嘢真係嚇，咁啊即係咁啊送起上嚟咧，起碼都幾差嘢嘅，咁啊據稱今次咧依一個嘅立場新聞踢爆嘅事源咧，都係唔知點解啊，即係機緣巧合啊。他哋真係跟緊呢一個嘅恆大條線咧，咁啊見到啊佢有人送嘢，咁啊跟住佢嘅車就去到咧，原來就一啲嘅紀律部隊嘅宿舍裏邊咧，而踢爆咗，再起底咧，佢嗰啲嘅 hamper 咧，原來啊原價要成3300多元，咁啊但係兩位收禮嘅人咧就話唔係，又有折扣，應該又話網購，咁啊計起條數咧就2000多元嘅啫，咁啊所以咧佢哋就冇公布冇上報。因为点解咧？低过3000元咧就可以咧，就唔上报啊咁样。阿老祖你又点睇咧？即系我觉得3000多元个 hamper， 喂你乜嘢嘅高级人要收咁高级嘅礼啊？即系吓，我觉得收500-600元或者900多元嘅 hamper 已经好好啊，有朱古力系咪？有支汽酒，咁啊有啊啲生果食下，咁已经好开心啦。做人要清廉啲啊嘛，食咁多啲高智能低胆固醇嘅嘢，对身体冇益噶喎，老友。嗱。收3800或者系收500-600元都系礼啦，系啊，咁啊，我记得以前讲香港嗰啲公务员收礼咧，就500元以下咧就唔使报嘅港纸吓，系咁啊，而家去到改到3000元啊，咁啊3000元唔使报，但系问题又咁样喎，呢个收礼者咧，一个系入境处嘅副处长郭俊峰，一个就系、是。首席入境事务主任汪琦，系呢两个都唔系细粒噶，副处长一个唔觉意坐正噶，冇错。咁啊，同埋汪琦，首席入境事务主任，咁啊即刻令我谂起好多中国大陆嗰啲人落嚟香港嗰时候，都要劳烦入境处帮帮忙。嗱，我就唔系话佢两个咧就有贪污，我冇咁样嘅证据。但是我觉得有人东西做香港的官员呢，个传统呢就是第一个角色冲突。即是你们现在这两个高官，即是职位真的不小啊，10多-20万人工的，即是随时是吧，甚至有一个是过20万的。喂，角色冲突很重要，你现在在这里自辩而已，说自己没有处理恒大的事。即是这个是不是事实呢？那你说未曾经过法庭证实都未必是事实。第二，利益冲突，为什么人家送礼会送到你门口，是指定你收，还有其中一个收礼的高官
入境处高官就俾咗$50嘅 tips 俾嗰个司机，多谢晒。系个司机系好多谢佢，系咁就好，都系好习惯，好习惯嚟嘅。佢都话：，哎，凡系呢啲辛苦啊，人哋特登揸车又嚟，我习惯咧就会俾 tips 俾人嘅。咁啊，$50系我嘅标准做法。嗱，都唔紧要，你咁照顾低下阶层，咁照顾劳动人民咧，系祖国好感激你。不过，而家係恒大剛剛係嗰個性侵犯局，涉嫌性侵犯局已經周身事都未人寫得乾淨。咁而家咧，你又收人哋呢啲咁樣嘅咁厚禮，咁啊角色衝突同埋利益衝突都兼喺度噶啦。咁我覺得入境處係俾人哋懷疑係咪同恒大有好多瓜葛，或者有好多即係 under the table 嘅嘢咧，阿老岳。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交代一下为什么，就是这两位的入境处的高官无啦里头会认识到一个的恒大的这个的高层，因为有些收入姓黄的，是啊，过千万年薪的、另外呢就他们就据称就是说跟他们呢是好朋友的关系，好朋友的关系呢就是不涉及任何的公事、你说得很对，要交代一下呢、这、一個嘅恒大究竟同入境處有冇公務上面嘅往來？呢兩條友就點解會認識呢個嘅恒大嘅高官咧？嗱，呢一個嘅高層咧，係咪去夜場玩樂嗰陣時識啊？定係佢兩個喺北京受訓或者係駐扎嗰陣時去嗰啲咩天上人間啊、水立方啊、嗰啲咩水療啊嗰度咧？大家中意啊浸下池肉搏相見嗰陣時坦蕩蕩啊！大家有幾長有幾短，大家都心裏有數，結交咪？Government 係嘛？係咪會咁樣而做好朋友呢？咁啊，做好朋友啊，當然有啲嘢就唔可以單方面啦，老總，你覺唔覺得？即係譬如你請我飲杯芥奶茶，我啊請你食個奶醬多，大家有來有往噶嘛。你有冇平時有送下禮俾人先？係咪啊？即係呢啲嘢又要交代清楚，啱唔啱啊？咁你點樣 prove 你係好朋友呢？咁啊，依下嘢咧就即係當然啊，即係我覺得一定要 investigate 啦。咁啊，即係同埋我又好唔明白恒大。正宗就已經係衰過臘肉啊！淋得你橡皮糖，爭人咁多錢，擠擠幾億幾億都冇錢還。依條咁嘅所謂嘅高層啊，依一個嘅中秋節嗰陣時，恒大你啲債都浸到上天靈蓋㗎啦！你仲用啊？唔知係咪公帑定係自費啦？去買嚇，即係買嘢咁貴嘅嘢去送俾人，係咪即係依間公司唔死都冇用啊？即係你話係咪咁樣講啊？嗱，我好中意你嗰句啊！我好愛你啊！坦蕩蕩，哇！真係～真系好到肉啊！真系坦荡荡捽落去就嗰啲肉嚟噶啦嘛！唉，老岳，你讲说话真系越嚟越见进步。系坦荡荡咧，就系而家就变咗系，即系俾人感觉咧，呢一个两个高官咧，真系今次水势都唔清噶啦。嗱，你收人哋$500又好，收$3,000又好，就算你话而家唔过$3,000，你嗰个极限啦，但系你系冇事先讲明，就系俾人感觉到咧，嗱呢个一个 perception。你是跟这些恒大的高层、这个高层是千万年薪，喂，真是有嘢的，如果没嘢，为什么不是送给老岳和送给老何呢？老总还有一件事讲，我手上这件的玩具我去一个的店铺里面买，我可以是$199，但是也都他可能会减价，他便宜过一个的街价是$178，你點知依一個嘅恒大嘅依一個嘅高層，佢咪錢多一滯？佢真係唔中依一個嘅 discount price 打一個折嚇嚟買依一個嘅 hamper， 佢實下實恥，佢真係$3,000+咁樣嚟送俾你，你吹佢漲啊！而家依兩個收禮嘅人又話啊個網話有打折，又話咩嘅搞有折頭就低過$3,000。喂，阿黃生可能佢真係全部付足啦，你都知道北方嘅人很大吃的嘛。他们不长这个打折，这个小气是吧，小家气不会这样的嘛，你怎么 prove 他啊？他真的$3,000+买，那你怎么计啊？是吧，这些东西不讲不通的嘛。老岳，其实呢大家呢就做人做了这么久呢，有一个很简单的社交礼貌，送礼的人会不会讲给收礼人我打折来买给你，这么 cheap 啊？咁啊，系咪对你系一个好侮辱啊？我都唔会，我都会搣咗个 price 啦。我摆到明系咪先？你唔好激动，唔好咁激动啊，老岳。真系，真系嗱，第一
而家咧就唔系宋丽嗰人讲我打折买八五折，搞到佢唔够八三千蚊。而家系收礼嗰人讲，收礼嘅人点解又会知道送礼嘅人买一啲打折嘅嘢俾佢咁 cheap 磅磅咧？我真系觉得，我真系觉得好侮辱嗰啲收礼嗰啲人啊！我唔系讲呢两个啊，真系系咪唔合情理先？唔合情理，真系唔合情理。况且嗱，老总，我送嘢俾你，你会唔会咁 PK 走去 check 啊？收咗呢嚿嘢几多钱先？你走去上網去 check 咁嘥咁多依啲時間噶嘛？你點解會知道依一個嘅價錢先係嘛？即係我真係覺得好拗頭嘅依一方面就係。所以而家好懷疑呢兩個高官或者其中一個高官喺入境處嘅，係喺事後咧就為恒大呢位姓黃嘅即係大 Masa 咧就喺度洗地喺度洗白白，有八五折啊，有網上訂購啊，有提前咧啊，有 early bird 咧就會平啲。呢啲说话咧，其实根本就系为送礼嗰个人咧喺度讲好话，冇错。开脱事实证明咧，呢个礼物咧就一定系三八八八后边三个八，人哋就系贪呢个意头送俾你噶嘛。啊，真系我觉得好侮辱呢一个送礼人啊！呢两个人真系，而家打完折之后好似叫二七七死喎，咁啊真系肉酸死啊，冇理由。唉。真係㗎啦，咁越講咧就越糊塗啦，越講咧就係越黑啦。咁即係話事實咧係有新有史嘅呢件事咧，係證明咧入境處咧已經俾中國嘅部門、俾中國嘅企業、俾嚟自中國嘅唔知乜嘢勢力咧都滲透得九九十十㗎啦。去到副處長，去到處長可以公然去一個即係食。萬幾蚊嗰啲咁樣嘅鮑魚宴，係啦，呢個咁樣嘅私人會所又係冇事嘅啊！而林鄭都話佢哋冇犯例嘅，到而家副處長以至到入境事務主任都冇犯例。咁而家嗰啲防賄條例、防貪條例，香港勝在有 ICAC， 係咪就俾啲3888蚊打爛曬咧？唉，香港 ICAC 一早已经是隐形了的啦。 ICAC 只不过是一个图腾来的，耐不中拎出来制下旗，即是他喜欢出来惩罚下你某一些人，就用 ICAC 出来去玩下你咯。实情 ICAC 我都未见过他调查过任何的大案，这几年来完全直情是躺平啊。即是个教育局应该找 ICAC 的员工去聊下偈，为什么他们不勤劳这么躺平啊。咁啊，但是老总，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依一鑊嘅嘢咧，又不其然令我嚇想起到依啲咁嘅貪贓枉法啊、貪利益啊，就同前一排啊、大半年前啊，即係國安處裏邊嗰個嘅警務界最高級嗰個骨精鵬啊，同埋依一個嘅鮑魚宴啊，有啲人去食完之後爆完之後咧，或者去揼完斜骨係嘛，即係犯咗呢啲紀律咧，就好快咧又換人咯噃，又有啲新嘅人出嚟咧，就係上咗位喎。原本呢啲所謂嘅明日之星啊，又或者好大呼聲會坐正啊，又或者啊會升級啊，定係點咧？通常咧都有啲咁嘅嚇新有屎啊、肉酸嘅呢啲嘅新聞爆完出嚟之後咧，咁啊之後咧就有啲人咧就頂替佢個位啊。你估今次會唔會有咁嘅呢一個嘅 logic、咁嘅邏輯、咁嘅呢一個嘅 consequences 跟住收尾咧？做少少嘢都会嘅，咁啊将佢炖下冬菇啊，移下位啊，即系乾坤大挪移，做少少动作，我嚟以堵塞悠悠之后都会。不过冇解决到问题，就系点解入境处可以咁样去收呢啲中国企业喺香港办事处嘅高管嘅礼，而又冇受到任何嘅制约，冇任何嘅监督，亦都冇任何嘅申报。而呢、這个你好明显咧。人哋送禮嗰時就唔會睇住你三千蚊，人哋送就送3888，然後你又幫人解釋，呢、這個就係無私顯見私。從犯罪心理學嚟講咧，其實就係犯咗禮，冇錯。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冇理由唔調查嘅，老我。咁啊，即係我講個衰啲嘅嘢啊，即係你嗰啲人啊，去成日啲俾啲咁嘅高官啊，就接受呢啲人嘅款待。上次個鮑魚宴啦，有啲好多嘅歌食又話，哎呀～唔知佢上口食完啊鮑魚，下口又會唔會搞人隻鮑魚啊？咁樣咁啊，即係如果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下一次又唔知邊一個嘅高官接受啲高級妓女嘅款待嘅時候，一間又話人哋收開三四萬，而家又話人哋打個折俾佢收280，咁就真係死火啦，老總。
2888啱啱好唔够3000喎，啊，都几好意头喎、啊。又或者第时啲人想行贿啲官咧，就全部去庙街噶，带佢去庙街平啲，系嘛？即系可能临到呢一个九点几十点，人哋赶住翻屋企煮饭，咁啊，周人仲有好499杀你啦！哇，499俾多佢啦，250到噶咋？哎呀，庙街嗰啲见到你高官咁有水，哎、收贵少少啦，一时欢乐，哎、值得啦，咁啊499啦。哎、不过咁我哋讲笑啫，实情上咧，而家礼崩乐坏到咧，已经系入骨入髓啊！即係入境處呢兩個蛋散啊，啲高級蛋散咧，咁樣嘅做法咧，係顯示香港已經係沉淪，官場已經係墮落啊！呢、這、一個成個公務員系統嘅文化咧，已經不復當年英治時代所遺留落嚟嘅文官嘅廉潔啊、清廉同埋辦事有效率，已經不復在啦，已經係將中國大陸嗰啲所有已有嘅惡，全部一啲一啲咁樣移植。打橫移植、垂直移植都落到嚟香港啦。我可以講多兩樣嘢嘅，大陸成日都話打貪，陣間咧就耐唔中又話捉佢，又話依又話貪咗百幾億，嗰、那個又話咗貪成千億，陣間又話出邊有情婦，咁啊無日無之都會咁樣嘅情況。咁啊即係只不過咧，依啲我覺得咧，今次咧梗係佢哋龍女雞咧又有啲作反嘅嘢，即係眼紅人啦、啊，就踢爆人啦、啊，漏啲咁嘅新聞出嚟啊。咁啊，但係咧。就算今次紀律處分呢兩件嘅高級蛋散啊，阿老總你講得啱啊！大陸嗰套啊啊貪腐文化、行賄啊、修禮啊、打關係啊，而喺香港裏邊咧，已經好似咧啲嗰啲嘅啊鬼屋咁啊，嗰啲嘅擒毛蜘蛛網啊、毛菌啊、青苔啊，生到一屋都係噶啦，你鏟都鏟唔到啊！你除非鏟平嘅依一個嘅後市，阿羅懷石都係冇用啊，老總。是啊，所以呢我哋唔係針對呢兩個高級蛋散啦，我係針對而家成個制度已經去到被腐蝕、被侵蝕，係將中國大陸嗰套咧就係將即係衝入嚟香港萬即係海水萬貫咁樣，將香港過去160年、170年以上所累積嘅西方嘅文明嘅一啲嘅所謂我哋叫做核心價值。大好似海大海沖龍王廟咁啊，沖曬佢呢兩個，只不過係咁啱浮咗上冰山嘅一個小角，俾阿老柯同阿何某人嘅眼鏡啊，都未曾盲之前睇到少少啫。誒，最有趣咧就係、是、依一個嘅何君瑤啊，竟然咧就係喺呢件事件裏邊咧，佢又覺得既然一個高官啊受一啲嘅人民嘅愛戴，人民想送禮咁啊，但係而家係咪應該要考慮一下時勢亦通貨膨脹？收3000元是不是真的代表貴呢？咁樣咁我咧好想同依一位啊何議員講下啦。你依一啲官唔係講緊巴布啊、新基內啊，又或者係依啲莫山秘笈啊，竇嗰份嘅公帑係真係我哋好多人啊，窮一生之年啊，啊都未必揾到佢一年嘅依一個嘅年薪嘅錢嚟嘅。咁啊，既然你有咁多嘅錢，你係咪吝惜即係依啲啊？你係要貪圖啊人民送俾你嘅禮物咧？你點解係要英國佬時代啊？一蚊都唔准收，就係俾個咁高嘅人工，你就叫高薪養廉四一字。我唔知阿何議員識唔識字，高薪養廉點解去解係嘛？就係、是、政府同埋我哋嘅納税人已經 compensate 咗你，等你唔好貪埋啲小恩小惠，然後跟住咧就嚟做嘢嘅，咁啊即係俾一啲著數人。而呢班何議員啲不學無術嘅蛋散同埋垃圾賤人啊，竟然呼籲啊，即係而家要將個門檻提高係嘛？等佢哋可以收多啲，係嘛？咁樣嘅情況咧，依啲咁嘅人渣咧，喺個廟堂裏邊咧，仍然大量充斥咧，咁啊，香港點樣運行啊？喂，佢啊應該專職就係執業嘅，呢啲咧就唔應該再講啦，因為咧嗱3000元我都覺得好多噶啦，好多，而家仲話要提高，係好多噶啦，我覺得你嗰啲咁嘅高官，你睇下鄧炳強嘅人工30多萬啊，即係。直逼呢一個政務司司長噶啦，你保安局局長啊咁，然後咧而家呢個林鄭咧就係40多萬，加完人工之後咧就隨時望住50萬一年。佢哋嘅人工係高過英國首相，同埋高過依一個嘅賴屎嘅拜登。即係你諗下，你何德何能收咁嘅人工，高過依兩個？都雖然都唔係麻地嘅啦，但係人哋做嘅嘢係管理成個國家，你管理個豆潤咁細嘅地方都攞咁嘅人工，講唔通啊嘛！貪依咁嘅嘢。哎，頭先我噏錯咗啊！佢好似林鄭40-50萬係一個月咧，係啊，
冇错。系啊，唔系一年啊，佢而家嘅年薪系高过拜登呢一个赖乜总统噶。你谂下佢六百几万一年，啊、有好多人一生人都搵唔到六百几万噶，系咪先？就系、是，即系成个制度本身就系预咗你公务员咧，就系、是、要鞠躬尽瘁，就为市民就正正式式做好应该做嘅事，咁就系会维护公众利益，因为你系公务员，系公仆嚟噶嘛。咁你而家仲话呢个执业嘅即系唔尊贵嘅立法会议员一个何议员，仲话要将佢提高3000蚊，呢、這个本身就系纵容呢啲贪贿嘅文化、贪腐嘅文化继续腐蚀香港。咁啊，即系话何议员以后佢会唔会改立法会条例，立法会议员都可以收规咧？咁佢想啊，咪就系个其心已经不正啦。佢唔係去杜絕呢啲咁樣嘅貪腐嘅少少嘅啦，因為你所有嘅提拔之崩潰，就可能係一個蟻竇嘅咁細 size 個窿，就令到大提燈崩壞。而家就香港就係而家出現咗呢兩個蟻窿，大提已經係就嚟崩壞，就崩壞嘅啦。唉，其實一早就已經係崩壞咗嘅啦，老總，君不見嚇、啊，早兩屆之前嗰個特首啊貪曾。係嘛？貪真係咁以貪啊！人哋嗰啲深圳裏邊嗰啲咁啊住過嘅啲咁屋啊，都開咁開心，你已經知道啦。即係喺嗰陣時嘅開始係嘛？即係唉，已經係嗰班友仔啊，已經係即係唔再滿足佢哋自己嗰啲嘅高薪係嘛？又有長俸係嘛？即係人哋送嘢俾佢啊，又同嗰啲咁嘅大款打關係，喺貪真嘅年代已經係開始咗㗎啦。誒，俾我哋一個教訓，中共就最擅長去對付人性弱點。睇穿曬你哋呢啲資本主義社會，啊個個都係貪友嚟嘅，佢就專攻你貪心，你自己嘅人性呢、這個不可抗拒嘅貪著數，咁啊就利用啲方式。嗱，而家我哋睇到兩個高官俾錢啦，唔係俾禮物啦，其他可能俾錢，再另外一啲可能俾女人喎。喂，絕對係啊！我首先講先，我都好中意女人嘅，中共俾多啲女人俾，但係。你可以，哎呀，你啱啊，你 O K 噶，冇问题，俾多啲女人我。哎，老哥已经有投名状啦，向中共，大家小心啲啦，佢已经向中共握咗手噶啦。中意，唔使要咁多，要多啲 O K， 系。夹住啊，老哥身边系咩人，或者系晚黑佢喺边度出没噶啦，大家要注意啊，因为佢已经同中共俾咗投名状噶啦。冇错，讲明先，其他啲即系集中草做嘢啊嘛，你唔好送啲咩。珠宝玉石啊，字画我呢种咪聪明，你最实际，唉，我忍就啱啦。趁我做有冇要求啊？有冇年岁范围要求啊？或者系千祈唔好 U25 吓，即系 under 廿五我就唔中意吓，亦都唔好啊 under 四啊，唔好系高过45，即系25-44啊最好啊。依家有冇高度要求啊？高度要矮过你100啦，我中意琴树啊，就系马骝。哎呀，你系咪有冇咩省份？有冇咩省份嘅 preference 啊？我又好担心太北方啲人照选头，个口又好臭，又体味。跟住嘅南方，我又嫌佢矮同埋似腊肠狗。咁啊，苏哲啦，温柔啲啦，我咁粗鄙，我啲人氹下嘅，系咪先？哇！阿嫂听到，阿嫂听到今晚阿嫂翻嚟会好好招呼你噶啦。你讲得咁坦白，嗱，今日我哋讲就。讲咗咧，入境处呢两个蛋散咧，咁我哋要讲下另一个蛋散，高级蛋散啊，超高级蛋散。Okay, okay. 林郑月娥咧就系接受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人民日报旗下嘅一份小报《环球时报》嘅访问。哇，点解唔系人民日报访问佢，要环字访问佢？降咗级、啊，跟住佢讲啲好高。但系《环球时报》应该唔系讲英文噶，系咪英文报章嚟噶？今次系有英文版噶，系。有英文版，不過網上噶啦，當然啊。咁啊，佢接受專訪咧，就話咧就係、是、投票率低喎、哦。有人講咁啊，記者話咁啊，你點睇啊？佢話我投票率低咧，就可能反映政府嘅公信力就高啫，所以佢哋就唔需要再特別出嚟啊，要選咁啊，即係積極去選一啲立法會議員去制衡政府，因為政府做得好啊嘛。係。老岳女阿 Q 啊。佢阿 Q 到一個點啦。即係共產黨咧，好有趣嘅。共產黨一啲嘅阿僑民咧，你同佢講東，佢最中意落講西；你同佢講佢嘅不是咧，佢跟住咧就話你更加不是。
咁啊，又或者就係偷換概念啦。佢就用咗其中一招，就係偷換概念。咁啊，再加上埋發硬渣唔傾啊，即係共產黨來去得個幾招嘅啫，係咪？你混淆視聽係嘛？抹黑你潑黑水，跟住咧就係咧就模糊化，跟住就 IQ， 咁啊係依幾招嘅啦。佢用咗個招就玩 IQ， 咁啊扭換概念。咁啊點會關事咧？即係你個政府如果係咁樣咁有為。啊！即係唔出嚟投票，咁不如唔好選啦。反正都係同一班人做得咁好啊，選嚟做乜 Q 咧？係咪先咁搞一個完善嘅選舉制度做乜嘢咧？勞民又傷財，又話要出動10,000警力，係嘛？又要去到成千個依一個廉署嘅依啲嘅職員出嚟去搞依一個嘅選舉。喂，嗰啲唔使錢啊，啲 OT 錢你自己俾啊，林鄭月娥啊。既然咁有為啦，咁好啦，係嘛？人民都滿意啦，就唔使再選換屆啦。咁不如就咁而家咁行咪算數咯。是咯，學習近平咁樣永續執政，咁啊就現屆立法會長期執政落去啊。第二，既然30,000警察你都用到10,000嚟維持啦個選舉嘅秩序，咁啊選舉變成咗一場打仗咁樣，咁啊會唔會濫用咗公共資源咧？選舉本身係冇任何嘅暴力嘅可能嘅，啊，因為你一係就去投票，一係就唔投票。怎會中間會出現了成萬警察在通街走，你是不是製造機會給警察呢就拿 OT 呢？我覺得根本就是濫用公帑，濫用資源。第二呢，夾你去投票啊，即是上門抬你去投票，在街夾你去投票啊，即是捉到一個人就好像城管那樣，我不是移動你的，我不是移動你的碌金借啊，我現在就移動你去投票。但好肉酸的，因为你的议会呢原本我们有70人，现在完善了加到去90人。上一集石禮謙也有讲过 ,70 人现在剩下40多人，见了成30多、40人了，那么凋零，那么空洞，是吗？竟然溫了一年都是只有40人，那么即是换句话说，原来个议会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咁你亦覺得係個社會運作得好，議會運作得好，而唔需要啊，即係咁擔心個投票率。咁你做乜嘢加裝加到去90人啫？係嘛？即係呢啲又係完全講唔通噶嘛？即係要製造就業機會啊！唉，老我你真係唔讀經濟啊你！咁樣係嘛？一個人做嘅有啲人好需要呢份工啊！真係咧，而家咧，我唔知佢係咪為咗咧，即係對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唔使點講啦，即係唔使要出嚟啊，好似阿羅冠聰咁樣出嚟講嘢，跟住要俾阿大炳強嗰啲鬧啦，係嘛？即係大家都知道當日喺10月19日個情況會係點啦，即係依個大家都睇得好淡啊。咁啊，我啊覺得咧，應該就低低地慣大鋪，就唔好出咁多聲，係嘛？即係默默承受，大家都知道你喺度玩把戲噶啦，大家都知道咧就玩爛咗個選舉制度噶啦，人少啲咪認咗佢咯，係嘛？咁啊，使乜要嚇即係？好似阿夏寶龍嗰啲又走出嚟講曬嘢，又話：哎，而家啊，香港人民啊，以前就俾人揾笨啊，就係、是、信咗依啲嘅西方為主嘅價值嘅民主制度。我哋中國即係最民主，我哋中國嘅民主係最有依一個嘅質素嘅。講埋啲咁嘅嘢，希望大家認清喺依個時候就去嚇、啊、去投票。咁我覺得係好戇居嘅一件事嚟。你諗下，係人都即係講真，你一係唔好試過嚇，即係啲女人揾個黑人做男朋友。找完黑人做男朋友就回不了頭的嘛，香港就已經是一個地步，我們接受了文明和西方價值，接了軌，是人都知道什麼叫做 authenticity genuine 這兩個字，真正和正宗，是吧？就是我們了解到那些所謂的西方價值是怎樣，民主制度是怎樣，是你中國不明白，你們現在中國是在這裡啊，就是個太監教人家玩這個 Kama Sutra，是不是啊？即是你乜都唔識嘅時候，你而又話你自己啊冇辦法有嘅嘢，原來係真嘅。咁啊，即係你仲話我哋唔去踴躍投票啊？咁我諗即係依下嘢真係好難近啊！呢度又講太監啊！我以為我講太監好核突噶啦，太監教人哋做愛。咁而家你依有 KOL 咧，就出埋條片，太監教人哋行房。啊、我以為他偷我片添，偷我嗰啲咁樣嘅原創概念。啊，即係我以為自己講到核突嘅啦，應該俾人哋 po 嘅啦。啊，原來真係大家都睇到太監出嚟叫大家啊，第一姿勢咁樣，第二咧就咁樣，第三就咁樣，第四咧就係咁樣，跟住完事。而家有36% 嘅受訪者咧就傾向唔投票，呢啲就民調。啊，即係呢個而家係屬於低估咗嘅民調嚟㗎啦，因為好多人唔敢講嘢，唔敢講真嘢。咁所以36乘2就差唔多噶啦。咁第二，
今次夏寶龍廣告辦主任破天荒第一次在香港有史以來開埠，有史以來或者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公開叫香港人去投票選立法會議員，完全是赤膊上陣，證明他們多重視完善了之後的制度是否得到完善的投票率。但是你淹了人，你又怎可能要求他生仔呢？老惡，冇錯啊，即係你又冇留翻啲種俾我哋，係嘛？一嘢去世，係嘛？雪櫃都唔留翻啲冷藏咗嘅精液，係嘛？點生得仔啊？今次係咪先？咁啊，即係甚至冇 WSJ 撰文喺度講話，喂，咁樣搞法，你即係逼到人哋即係走投無路。你逼到人哋走投無路嗰陣時，人哋就躺平，就唔去投票或者係投白票。咁然後跟住你依一個嘅嚇，嗰個叫咩？曾國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是啦，又说要写信去搞人，又说就是曾正伟啊，我觉得他是正伟来的。你啊，蛤？曾正伟来的。是啊，咁啊，所以呢，即你见得到呢扎友呢都鉴粗嚟，但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无论你点鉴粗，你除非就立法，好似澳洲咁样，所有选民都要去投票，係咪？阿罗怀就刑事法。但係呢，普遍嘅香港市民呢，即我都同你讲过好多次啦，喺街里面从佢哋对嗰啲嘅街站嗰啲嘅熱衷啊，同埋啊，你哋走出嚟去參選玩呢場馬騮戲嘅人啊，都躺平啊，阿老總，佢哋都唔係點出嚟去搶票啊，係人都知道玩完啊，唔好嘥錢嘥 effort 啦，你抌堆錢出嚟，等我哋出去去選，唉，我就梗係盡量做少啲，係嘛，跟住咧就剩低落嚟就袋落袋，唔係咧就入獄，係嘛，反正都係咁噶啦，係嘛，係又。是又選不到，不是又選不到，定了的台戲沒人理你那臭四的了。即是說真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就會覺得呢，我就很期待12月20號的凌晨，當大家呢一起很快出票了，很快出票選舉，因為太容易做了，今次沒錯，但我們沒有呼籲任何選民做任何事，我們只是predict，真的很快就會有選舉結果，沒錯，當然你知唔知点解会快啊？因为佢叫晒所有啲公务员啊，都要当日全部要吓加班，或者要做 volunteer 去参与呢一个嘅选举嘅游戏。咁啊，即系当然佢好多人咧，佢以为佢好踊跃咧，就去呢一个嘅有投票咧，就选票要多啲人。但系啊，你人咁多，选票少嘅时候咧，就好快会出结果噶啦，老总。系啊，18万公务员，而家17万几公务员。个个都系帮手啊，咁啊，所以分分钟公务员嘅数量都多过选民嘅数量都唔出奇啊！真系，真系唔出奇。老总嗱，即系而家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出街嘅时候啦，就系我哋呢一个星期大概十号左右啦。系啊，咁啊，你点睇咧？即系大家会唔会开下盘口？你估几多万人出嚟投票咧？嗱，我哋不如攞个 range 出好唔好？好啊。啊，我就估系应该系。30万至50万 ，OK 咧，我就估50万至75万内，好，睇下边个，睇边个，唔会掂到100万，去唔到100万噶啦，去唔到100万，佢今次就算系要动用佢嗰啲 KFA 啊，都动用唔到咁多，因为嗱，点解我分析嘅情况咧，蓝丝都俾你班友仔辣到着晒，咁啊喺最鼎盛嘅时400几万嘅选民 ，OK。咁我哋即係我哋如果佔咗70%，出咗嚟，即係7×4=28，就280几万。280几万個比例係6:4，咁啊40% 係藍絲啦，即係240×44=16×48，即係得90多万。90多万今次仲有好多人咧，今次依劑咧都可能唔妥政府嘅做嘢。90多万裏邊，我再同你打過依一個嘅7×7=63，即係所以咧，我就算你班友仔死硬派會出嚟啊，大概係60多万左右嘅啫。即係你所以去到50至70万中間咁啊。冇錯，我嘅邏輯咁啊，即係你同唔同意我嘅睇法咧？啊咁喎，我哋仲有個變數冇計喎，做票啊，喺邊境票站做票啊，未計嗰條數啊。哦，咁啊，我哋唔知點樣計出嚟嗰條數，嗰條數而家話喺內地嘅即係有即係港人啊，未必係有資格嘅選民，港人都唔超過40万。如果真正是选民的话呢，你都要打个折头。是。那么变了大陆的票呢，顶笼都去到30几万，顶笼啊，这个去到连喝奶的 BB 都投票这么计啦。
嗱，咁样啦，即系我哋就即系拭目以待啦。即系讲真啦，佢而家好似开字花咁样，我就买呢一个嘅关羽，你又买吕布，佢一个唔觉意开个貂蝉出嚟，即系氹佢开嘅啫，咁冇得讲嘅。咁咪开貂蝉嘅话，就大家可能会丢丢声噶啦，讲嘢丢丢声啊！我嗰系貂蝉个貂咋吓，唔系粗口嚟噶。咁啊，但系当然啦，我乐于见你赢啦，因为如果你赢嘅，即系更加即系反映到个民意，就系根本就唔同你都系癫啦，即系依系好事嚟嘅。今次的选举呢，我们真的不能够不同一个2019年区议会做一个 parallel 的。是。那次呢就是一个真的开放式全民动员，大家都有一个寄望，再加上2019年那个前个即是年中那三四个月那种冲击，大家就觉得要争取议会，要拿回个 say， 要争取个话语权。是的。但是今次呢，大家就看到一切都虚空，一切如泡影，一切都即如梦幻，大家都不用再有任何寄望，包括啲蓝丝都连最基础最起码的寄望都冇埋，因为你实赶尽杀绝啦嘛。共产党今次做得最核突的招就是全部要清一色爱国者治港，就是将港人治港呢四个字咧，用爱国者治港咧就是取代，其实就是真的改变了香港原来的方针，即是说一国两制已经是失败、啊、所以他既然说得一国两制失败，就完善了选举制度，即是阉割了你们又全面管治，他们要承受个全面管治后果。但是你看到夏宝龙不认输、啊、他觉得自己这样、啊、阉了你，你要跟我生个仔出来一样要做。哇，我觉得这种是超乎上帝的工作呢，是共产党现在开始想做埋。变都变不到那么多人出来投票啦，不要玩啦，还要走了那么多的这些香港人离乡别井，选民少了那么多，不要玩啦。不是玩不玩啊，老哥，是凭常识，凭人伦，凭一些社会普通的一些我们叫做街头智慧，都可以断定共产党这样做呢，根本就自己拆了自己的招牌，自己就拆了自己的祠堂，根本就是很笨的做法。他完全不知道自由社会在香港这地方搞这些一刀切，这些搞即是完全政治效忠，要向习大代表中心的做法呢，是没有市场的。你一定是给香港人暂念过病，一定是给回回敬回更衰的东西给你的。唔够两个礼拜左右咧，我哋就知道个结果噶啦。我就即系大家最紧要啊，保持喺呢一个持盈保泰，身心健康，唔好动气，系嘛？即系世界上同埋编排好12月19日嗰日嘅好好嘅一个程序。冇错，我知道大家生活好忙碌，好好善用嗰日嘅程序去做应该做嘅事。我哋冇表示关于选举任何嘢，不过咧提醒嗰日12月19日系你哋嘅大日子嚟嘅。是啦，咁啊，老总，咁啊，加拿大都有件喜庆事喎，好似系嘛？系啊，我哋嘅副总理，亦都系兼埋财政部长方慧兰呢、這个 Chrystia Freeland 咧，就系、是、得到呢个 Forbes 呢个 Forbes 即系我哋好多人都叫做 Forbes 咩？富比世，亦叫富比世，系或者系福布斯，系福布斯啱啲，多啲，福布斯杂志。就公布了这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名女性，方慧兰呢就是上榜，咁啊就是为加拿大的妇女呢就增光。啊，呢个方慧兰啊，老岳是乌克兰裔的喎。是吗？最近乌克兰好多新闻啊，知唔知？乌克兰而家就是被人入侵啊嘛。是啊，普京在边境陈兵数十万啊，准备开拖啊，同佢准备想吞并埋佢啊，即系美国正在度斡旋紧，睇下吓唔吓得窒呢一个普京。因为如果乌克兰出事，咁即系话咧世界大战就开始噶啦。冇错，因为我都好担心嘅呢一个嘅情况，即系我千祈唔好有即系生灵涂炭战争嘅嘢，同埋乌克兰啲女系好靓嘅。傷一個都是嫌太多，即係冇千祈冇搞親烏克蘭啲女人，依係最重要。係啊，咁啊，同時上榜啊，都有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咧，大家唔中意，但係美國人嘅雜誌又選翻賀錦麗啦。啊，咁樣亦都有啲歌手啊，咁啊，有冇不一而足？有冇七七七啊，老總？肯定冇啦，最具影響力，佢有排都未上榜啊。咁啊，蔡英文總統咧？
应该今次就好似唔见蔡英文喎、啊。但系前一排 WSJ 里面咧，即系最有影响力嘅25位女性咧，蔡英文同埋周庭都有上榜喎、啊。系，嗰、那个就正路啲，嗰、那个就系西方华尔街啦，华尔街日报吓，咁啊，佢哋就会政治经济炒埋一碟，咁啊呢一个福布斯咧就好似相对又保守啲嘅。啊，总啊，老总啊，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而家自由党咧，我估佢啊，睇个势吓。是不是一步一步咁样想将阿方慧兰咧就系接棒啊？依一个嘅杜友多咧，因为见到由依一个嘅财政部长，佢又变咗个副总理吓，即系杜友多都命不久矣啦。嗱，即系喺以左交嘅思维里边咧，即系当然就好希望啦，即系跛嘅又可以做总统，哑嘅又可以做总统，冇姐姐嘅又做总统，女人又做总统，同性恋啊、逆服啊、担当要职就最开心啦。即系喺啲弱势或者阴阳人都得嘅，阴阳人都得。我哋是多元价值嚟噶嘛？喂，你啲猜测咧就冇谱嘅，系咁啊，都系要经过选民嘅抉择嘅，系即系咁拱出嚟，你咪选咯。咪如果你系喺未来想大展宏图嘅话咧，你福慧兰咪就喺自由党入边要自己要培养自己嘅班底，要培养自己嘅即系票源啊咁。咁啊，佢系照计实力同埋佢嗰个能力啊，都比杜友多好嘅民望，有佢系算系比较硬正嘅，但系你唔好忘记，杜鲁多可能都揿紧佢嘅，因为佢系直接威胁杜鲁多嘅权势噶嘛，系，方慧兰越系得势，杜鲁多越系失势，呢、這个一定系此消彼长嘅，所以可能杜鲁多会揿低佢嘅，咁啊，近排系咪都有好大雪啊？你呢边？大咩鬼雪啦？咁啊，落咗日湿雪，咁啊，即系半夜三更偷偷鸡鸡咁落完湿雪，第二日朝头早两夜就开始融咗，而家已经冇，而家影都冇啦。咁啊，喺大湾地区咧，就而家就变咗落翻啲雨之后咧，就呢两日就晴朗翻啦。咁啊，今日都见到我哋录影时都见到，日头都见到有蓝天白云。咁啊，就估计个天气就唔会再点样再恶化落去啦。我都话咗啦，即系落完雨，跟住咧就系翻下风，跟住就落下雪，然后咧就又落下雨，又会好翻天。但系今年都系雨水多过旧年嘅，事实系真嘅。明白。咁啊，即系如果再冻啲咧，即系沤下雪咧，有好大机会咧会落啲好大场雪都未定。不过就喺度咧，希望各位新过嚟加拿大嘅老友记咧。即係喺旱地揸車，或者我哋喺香港呢邊乾地揸車，同揸落雪嘅地面咧，係完全兩回事嚟嘅。小心線胎，千祈唔好開得咁快。係啊，如果喺大灣地區生活嘅新移民咧，又想趁住有啲機會拜訪一下喺離開大灣嘅親友咧，就記得一定要安雪胎。如果唔係咧，唔安雪胎入內陸地區咧就會犯法嚇，俾警察捉到咧，真係有排罰到好金嘅。咁啊，喺大灣地區你唔使安雪胎，但係你一離開大灣100公里以後咧，啊你一定要有雪胎先至出得省嘅。冇錯，不過亦都喺度答一啲嘅老友啦，即係成日都問到，喂，你加拿大開車使唔使要綁鐵鏈嘅？我哋唔係莫斯科，我哋唔係冰島嚇，即係冇咁誇張嘅。冇去到愛斯基摩嗰啲地區，都未必需要去到咁，有條雪胎就得㗎啦，或者揸條科斯神。系，唔系咁就如果你系亚省啊，去到啲山区咧，就拉铁链就可能有嘅，嗰啲 pick up 啊或者系嗰啲要嘅。但系普通嘅私家车咧，我哋啲细车咧，我都未见过，我未见过有人安铁链啊，因为你安铁链咧就个雪就真系好厚啦。第二咧就有排都唔用，通常我哋咁极端嘅季节咧，就系圣诞节之后，系农历新年前后嗰、那个月。就會好勁嘅，反而聖誕節之前咧，都係小菜一碟嘅咋，呢啲落雪係咁倚落下咋。係啊，咁啊，即係而家即係仍然都有疫情啦，咁啊，即係可能大家都係 stay at home 啊，同大家一齊開心心煮餐飯食啊，煮下飯仔唱下聖詩啊，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未嘗不可嘅共聚天倫嘅時間嚟嘅，趁呢個 festive season。系啦，咁啊呢度都预祝大家莫有圣诞节咧，就系即系家宅平安，咁啊大家咧都系。开开心心就过一个即系普天同庆嘅佳节啦，差唔多啦，老总，我哋好爆灯啦，好，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咁啊下一集就同大家倾过，好多谢各位支持，拜拜，拜拜。
各位 MHK 的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的网站和 Patreon， 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的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的，可以去下列 MHK.TV 的网站付费，和到 Patreon 注册会员。查询电话 3955-8673，WhatsApp 98108874。